老师说，我们怎样管理时间，将来就会怎样管理人生。所以，我的每一个早晨都是从倒计时开始的。李白夏，雷老师说，要学会在一段时间内做两件事或三件事，这样就可以拥有比别人多出好几倍的时间。老师说，时间永远不等待弱者，他喜欢被驾驭，不喜欢被追逐。时间就会对你慷慨，不辜负时间，时间就不会辜负你。雷老师说，管理好自己，照顾好自己，是一种能力。只有这样，当天黑下来，自己才能成为那盏照亮自己的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老天爷想把重任交到一个人手里，必先让他的心灵遭受痛苦，让他的筋骨经受劳累，让他经历饥饿之苦，让他人身心世界颠倒错乱。人在客观世界里，会因为遇到困境和自身判断的失误而犯错误，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人的一生中，往往会因为雷老师说，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跟时间比赛，学会管理时间，驾驭时间，不娇气，不软弱，时刻准备着和困难徒手相搏，才配拥有最精彩的人生。这就是我的一天，我感到非常充实，非常快乐，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今天天气晴朗，一出行，早餐来瓶酸奶，美味营养，活力加倍。
信用卡，标题：您的信用卡账单即将逾期。发言人：商业银行信用卡，标题：您的信用卡账单即将逾期。发言人：鸣龙农商银行信用卡，标题：您的信用卡账单即将逾期。发言人：巨幅彼岸公寓客服务，标题：第二季度房租催缴通知。房客，现就你未及时支付本人租金一事向你通知如下：2018年9月11日，您与本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18年7月15日起至2019年7月14日止，除租赁期满仍需续租。嘿，小善，播放今日新闻。好的，马上为您播放今日热点新闻。受在线教育兴起冲击和传统教培行业竞争激烈影响，智享文创上半年实现营收24.35亿元，同比减少5.31%，为集团成立以来首次出现业绩下滑。截至昨日收盘，公司股价连续3日下跌，累计跌幅达19.1%。智享教育板块负责人王云阳表示，集团将进一步加大 K12 线上教育开发投入，并积极探索 AI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不断提升课堂效能。古董了，要是不好修，这发动机啊，折腾我大半天啊！你看，轮胎、前减震、钢圈全是新的，还有这油箱啊，按你的要求每走星期。嘿，不过呀，这我们就保留着。对了，我说你啊，看我换了新车呢啊，就说折腾半天得花不少钱。老朋友了，当年没机会跟他好好相处，现在补上。讲了多少次了？退回去！你讲的我就得听啊！我没听见，我又不想听见。我最后跟你说一次，现在，你从哪儿买的送回哪儿去？花了多少钱把多少钱拿回来？不是，雷老师，我自己攒的钱，我自己给自己买个礼物不行吗？也行，你写个保证书，以后在外头汽车、飙车出了什么意外，修理费、医药费统统自己负责。你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车就留下。再看一眼，你没看清楚你就多看几眼。
清北。清北？别人考上了都是敲锣打鼓，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呢？我考上了，你一句好话没有，升学宴也不来。好啊，那我现在我自己给自己攒的钱，我给自己买个礼物，我高兴一下，庆祝一下，不行吗？还是说只要我高兴了，你就特别不高兴啊？写保证书吗？不写车就别想留下。这就是所谓的专用车位啊。感受你们的真诚，干活。今天是集训的第一天，咱们一起给这棵月桂树施肥浇水，播撒正能量，就算是十一班的成班仪式啊。作秀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来搭把手，还差两桶水呢。来啊，来，怎么好？过来，过来，过来帮忙啊！这倒不用，来不来？没人看了，可以放人了吧？谁说没人看了？
你说的集训就是种树啊，想浪费时间就趁早说，没工夫陪你在这儿演。看见这棵树枝了吗？一年之后，把印着你们名字的清北录取通知书卷起来，缠上红绳，挂上去。到时候，所有那些今天看不起你们、嘲笑你们、不相信你们的人，他们都会来这棵树底下拍照、打卡、发朋友圈，说十一班就是我们学校出来的，说李然、程雨山、江晴朗、边小小、宇阳是怎么从垫底生，一步一步考上清北的。到那个时候，这棵树就是所有奇迹的起点。好，我下面宣布三条纪律。第一，从今天开始集训十天，只针对语数外三门，集训结束之后立刻考试，保证你们每人起码提分50。可能吗？怎么不可能？疯狂施肥，拔苗助长，先立 flag， 大不了死了就再换一颗呗。第二，十一班严禁作弊，一旦抓到立刻退班滚蛋。我这儿不欢迎划水的，有想找刺激的可以挑战一下。第三，不要喊我老师，老师这个词儿很高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起码我做不了。那这在学校里不叫你老师，叫你什么？雷子、雷兄、雷叔叔、雷先生，姓雷的，只要不喊雷老师，喊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姓雷的，挺好。好，十一班正式成立。回去上课吧。同学们，上课时间到了，请各位教室准备上课。坐下，今天我们学习一下课文《声声慢》。对不起。
怎么第一节课就让我们上自习啊？你找的老师呢？哎，姓雷的。啊，你说什么？你就说你是不是还没找着老师吧？是啊。不是，那你这十天集训你都要干嘛呀？啊？哎，没安排是吧？行，我先去给他们上一节心理健康。桑老师，你觉得想要提高成绩，除了刻苦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乔布斯，你平时换一块电池能赚多少钱？你是什么型号都能修吗？最新款的会不会？我问你呢。修最新款的基本上都是民营桃李班的，松柏班的你是头一个。哦，对，你是来下凡渡劫的。我就问一问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像我们这种土鳖怎么可能会修最新款。我可没招惹你啊，你给我好好说话。不打算去圈圈吗？再等等。什么人，我真服了。宇阳师哥，打球去。哦，我去。能不能别吵了？还有你，拍够了吗？波桑老师，该收网了。宇阳、李蛋、江晴朗脚踝护腕，李然桌子底下，程雨山衣服里边，边小小后边整理箱。怎么不说话了？刚才不是吵得挺欢吗？又是什么最新款，又是什么搞偷拍，这会儿舍不得这万恶之源了？我在回我妈消息。理由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学习十分钟。甚至有的人手机拿起来就没放下过。桌子里还有一个吧。哎，老师，想拿十一班攒粉蹭流量是吧？这类吸粉粘着度不高，只是凑个热闹，看看就走。一年之后你们考上清北，到时候你就是全网顶流励志网红，根本不缺粉丝。
我先说结论了，你们考上清北最大的阻碍，不是智商，不是分数，不是家长，而是他，你们一时半刻也离不开的手机。在解决这个阻碍之前，教你们什么都没用，所以呢，第一堂课就是手机戒断。从现在开始，无论有什么消息，什么推送，一律只能听，不能看。你这是什么操作？借手机不得关机吗？你怎么还调大音量了？不了解对手的套路，怎么能够 KO 他呢？先看看手机是怎么让你们成瘾的。班主任受累，发一下这个。下课之前把这张表填完，回忆一下你们的家长在不上班的时候都干些什么，越详细越好。这就是手机成瘾的第一个机制，触发。人，感官动物，图标越鲜艳，铃声越好记，就越能吸引你的注意力。这一切设计都是为了触发你的本能反应，让你觉得非常想点开它。别上当，接着写。我妈消息，要不然她会以为我死了。可以，但是要投屏，大家一起看。哎，侵犯隐私了啊，姓雷的。你不是让我这么喊的吗？不想投屏你就忍着，你也不希望大家一起看你妈妈的微信吧？这就是第二步。渴求吸引你们的不是手机，而是未知。一条消息你不点开它，就连续推送很多次，总让你觉得发生了什么惊世头条或者重要信息。但凡你产生了不得不点开，否则就发生了什么，错过了什么这种想法，你就中了它的第二个圈套。然哥，回消息噻！38号的官方版，放学前多加100块。你看 ，Switch 的周末，电竞建国搞坏了。小彩虹等149人已成为您的粉丝，快来看看吧！您的视频收到93条评论，立即点开。您老师怎么不播？您的视频关注是吧？取关的取关了，立即点开。老师。我要看，要投屏啊！好，我投。哗众取宠，
学校是他家开的呀，不靠谱。哇，我们学校的火箭刘明，龙海李然，干啥啥不行，装十三第一名。五个炸声考清北，走过路过别错过。左二的小哥哥有点帅，求姓名。点开他你就输了，这就是他的第三招。回应，你们回忆一下，是不是一拿起手机就放不下了，点开一个 APP 还想点开下一个，这是因为你们的大脑想要得到奖励。就算你一时半会儿刷不到你想看的东西，你也会千方百计地满足自己。别想小回座位，这就是手机使人成瘾的四个手段，想解决也很简单，他怎么套路你的就怎么套路回去。不触发就是别看，不渴求就是停止想象，不回应就是别碰，最后绝对不要让自己得到奖励。就比如刚刚的边小小同学，下次你再想点开评论的时候就想一想刚才的社死瞬间，保证药到病除，再也不想看了。老师你别再说了。好了，手机戒断课就到此结束。考试也很简单，从今往后只要一进入这个教室就自觉地把手机放上来，由班长监督，谁要是没做到没收班长手机三天。哎，老师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没事，你继续你继续。怎么不回妈妈信息啊你，我还以为你发生意外了。杨妈妈，哎，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联系桑老师，你也不希望宇阳因为回你的信息每天比别人少学几个小时吧？哎呀，好了，提前15分钟下课，让你们错峰吃饭。吃过饭之后回教室午休，下午的课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柔默默收了2年的手机都没用，你真觉得一节课就能让他们戒掉？大部分成年人都没学会时间管理，更何况几个孩子。乐观喽，姓雷的。不是乐观，是经验。我从7岁开始就被训练管理时间，比这可残酷多了。但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依赖手机、依赖虚拟网络，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健康积极的社交？还惦记你那心理健康课呢。说呢，职责所在。可以，去帮我搞一张教务处监控室的批条，我就把课时给你。桑老师啊，我发现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那又怎么了？说。这个房间磁场特别好，睡觉特别香。学生午休的效率还是需要加强，下午2点开会。吴师兄，老师好。然哥，我早就跟你说过，他就是一个妈宝男，什么都不会。哎，没他妈安排，就他那个成绩能考进明英？我听我在明英的朋友讲，他每一次考试都作弊，成绩差就差嘛，还要装好学生，假得很，不像我。你不也作弊吗？嗨，我那是特殊情况。他以为自己会两句说唱，全校所有女孩就喜欢他、暗恋他了。我呸！我还不知道你那么讨厌他。我是替咱们鸣龙所有男生讨厌他，反正你离江校长远点就对了。你信不信，就你们班那俩女孩不出一周他全部拿下。我不信。江晴朗说他也不信。江校长你有病啊，说话不会当面说呀。我这不学你的吗？
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啊，来点。烤起来。不吃。去弄什么少儿秘籍了吗？怎么跟从戒毒所出来似的？你别提了，这第一天啥也没教，又种树又收手机的，我排位都没打，那肯定被骂死。行行，我先回去了。好，一碗放老地方啊。哎呀，对不起，龙鳞，哎呀，孙家，你帮我说说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忘记的。平常忘记就算了，今天什么日子啊？所有人都在转发支持哥哥。要考名校木北就不重要了是吧？当然不是了，我去十一班，不是你们跟我说在那直播有热度有流量，我也是听到你们说的话，我这才去的呀。这样吧，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那个程乙三不是你们十一班的吗？去整整他，肯定能火。你们说的于木北就是高考数学32分那个吧？我没记错的话，五四晚会把莘莘学子念成莘莘学子的就是他了。粉这样的偶像，怪不得智商越来越堪忧。上课了还不走？你的脚没事吧？没事儿。这个给你吃吧。五谷凤爪，吃啥补啥呗。其实，刚才，其实我没有打算要拍陈一帆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们不是一类人。哦，对了，程乙三有什么好拍的呀？下次他们要再逼你，你就拍我好了。行了。你放心，他能行。只有铁丝啊，只要能开这个，教室那个就没问题。你试试这个。有这功夫睡一会儿不香吗？桑老师，能力不行，没搞到皮条。
只好搞搞美人计喽。走吧，第二堂课开课。最后一个进来的把门关上。教务监控室，一般人进不来。你们的桑老师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为了让你们见识一下鸣龙教学的最高机密。你会操作吗？这干嘛呀？以桑老师的水平，美人计最多持续15分钟，咱们得抓紧了。高三逃离二班，没有特长生，但全班的均分已经超过了一本线，汇聚了整个鸣龙最有可能考上清北的裸分考生。松柏四班，就是你们两个之前待的那个班，不算是最差的，有1/3的学生努力努力还是能考上二班。同样是上课前5分钟，让我们观察一下差别在哪。嚯，这沈耀不愧真的是校草，睡个觉都能睡。只保留这节课所必须的书本，清理无关的东西，这叫减少认知资源的消耗。提前预习或者复习，让自己迅速进入学习状态。提前准备好课程，让老师一进来就可以上课，能多学一分钟就是赚到一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松柏四班。下课时间争分夺秒的玩，提前1秒钟坐到座位上都觉得自己亏了。等到上课的时候，精力早就用光了，怎么可能不困呢？1分钟，巴不得老师管纪律、查卫生、说闲话，只要不说学习，什么都有意思。放大看看，为什么要有倒计时？高考就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如果不能实时的看到这个终点，你有时会忘了比赛还没有结束。倒计时的意义就是告诉你，别放松，跑起来。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The wolf has the winning game when the shepherds quarrel"，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常说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你争分夺秒的努力时，你的背后也有人默默地盯着你，卯足了劲儿想要超越你。如果你们能想明白这个道理，也不枉费我带你们来这儿的一片苦心。老雷，你有没有觉得也有人在背后盯着你？
my shoulder. Fight the power, meet the challenge, face to face, we have each other. Maybe this is not the life you hope for, but don't give up, we have tomorrow. Someday we will earn the prize we fight for. Every setback says that I'm the fighter. Dry your tears, tend your fears. What does it kill us? Make us strong, show the world our worth. Brighter than the sun, burning like a star. Free to love and run, because we're so young. There's someone loving you just for who you are. Let thunders roar. Brighter than the sun, burning like a star. Free to love and run, because we're so young. There's someone loving you just for who you are. Let thunders roar in your heart.